咋的？瞧不起这名是不是？唠一唠。啥关西装说唱就不叫说唱吗？教你。我们非要在地下不能在地上吗？教你。这个问题你要问我的话，我就会打电话叫教你来教你。妈妈爸爸看我们上电视不是很棒吗？教你。咱这小头型还赶不上黑人烫吗？教你。我得给教你发个好消息。教你咋不来呢？教你估计在家带孩子。教你说我在借呢。怎么了？我也没懂。教你借吗？好冷，冷冷，好冷。我在借呢，借。爱情。